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小竹中悲恋，从心深处思离他，恩常尊他为最傻。一句一动观之心，真淡烦恼出门生，为爱之日当人事，就是精髓乃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成佛，那就是为了这两个字慈悲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救苦救难，要让所有众生都没有痛苦，得到究竟的快乐。所以特别我们大乘佛教 有各种的经典理论，包括修行的仪轨，各种的法门。那老实说，就我个人来说，什么法门都好，就是希望从这个法门你懂得展现慈悲去帮助别人，而且你必须好像被认为你是一个慈悲的人，这才叫修行者。我就要有一个出名的故事，有四个禅修者在河边打坐，第一个修的是解脱的四圣谛，第二个修的是十二因缘法观生灭因缘，第三个很认真的打坐修空性菩提心，那第四个年纪比较大，坐不住，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那等一个早上过去了，另外那三个禅修者就问最后那个老的，他说：“我看你都坐不住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根本没有在禅修。”那那个老的说：“
啊，你们都没看到啊？因为我一坐下去，就看到一只虫掉到水里，我赶快就给它救起来。等我要打坐，又看到另外一个虫掉下去，我都把它救起来。哇，你们三个眼睛闭了都没有在修啊，都没有看到啊，这很奇怪。第四个才是真正在修行的，因为他充满了对世界外在事物的悲心，那才是佛教的精髓啊。同样在中国佛教也有一样这样的故事，有一个老和尚有四个徒弟，他老和尚很久了，下山看他几个徒弟做得怎么样，结果第一个徒弟的报告他说，师父你看我把寺庙盖很大，还要盖第二间。老和尚说，嗯，你有成就。然后呢，二徒弟也来了，那二徒弟说，师父你看我写了这么多佛教的书，很多人都在看我的书啊。老和尚说，你很有成就。那第三个说，师父哦，我到处讲经说法，很多人喜欢听我讲课。老和尚说，嗯，你也修得很好。结果老和尚就问，哎，那你们第四个跑哪里去了？他们说，哎呀，第四个最没用了，每天边哭。然后呢，那他们就比外面，结果第四个在那边哭，老和尚走过去就看他，他为什么哭，还坐在那边啊，师父你来了啊。师父说，你为什么哭？师父说，你看地上蚂蚁那么多，我看到他们好可怜哦，我只要看到他们我就一直为他们念佛，希望他们赶快脱离畜生了。结果老和尚来抱了第四个说，你才是我徒弟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，大概你就知道佛教的教育的目的。我想不管你修绿度母非常好，但是你要像绿度母一样的有悲心，看到众生苦你要掉眼泪。所以你修四倍观音，不管你仪轨背的多好，经典研究了多少，如果你没办法去拥抱众生的痛苦，去就像一个妈妈疼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的感受，对方一痛苦你心里就会痛会疼，那这才是修行的力量，这才会展现慈悲的力量。所以佛教的修行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爱心慈悲心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消除掉，甚至你就可以开始一直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态度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，当你慈悲的时候阳光就起来，当你慈悲的时候黑暗就消除了。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今天来参加法会，或是我在看佛经，或是当我看到受苦我才想到慈悲心，这还不是真正的慈悲心。慈悲心有一点像钓鱼的人，他时时刻刻看到那个浮标有没有沉下去，因为有鱼了。就像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24小时满脑子在想钱在哪里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各位要修慈悲心，要把它当作你的呼吸了，变成你的生命了，这样。所以佛教会说，每一次呼吸，意思是说活着要干嘛？是要给众生快乐，是要帮助众生离苦。啊，必须要一直练习，所以不管你吃饭、走路、穿衣服，都要想到众生，要把它养成一种习惯。当然，各位最好观想自己变成四倍观音，四只手就代表阿弥陀佛的慈悲喜舍，叫四无量心，也代表阿弥陀佛的四种颜色的莲花，去接引所有受苦的众生，那么让他们坐在莲花，引导他们去极乐世界。所以任何一个生命都可以离苦得乐，同生净土，那你也变成融入这个观音菩萨里面去帮助众生了。脚趾头、手指头、身体都一直流出甘露，满他们的愿，然后就一起升起这样的心和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你很喜欢动物放生，那你要特别观想，现在你是充满能力的观音菩萨，
所有被杀的牛，所有要被杀的猪、羊、鸡，你都可以马上把它救出来。然后呢，救出来以后啊，让他们呢也能都能够去极乐世界。你要这样相信啊，所有可怜的都得到帮助了。反正就是你要认为你就是一个充满慈悲、无所不能的观音菩萨，他们什么样的苦，你都可以把他救他。所以等一下我要看各位有没有力量，你不能坐在那里都要死要死，哎呀，然后呢很痛苦的样子，然后你要真实，我就是观音菩萨，这个人很坏，我这样念欧玛尼贝咪吽，他就会变好心；这个人要去强奸女人，我这样念欧玛尼贝咪吽，他会变成很尊敬别人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然后念出来，甚至你每一个毛细孔都变成一个净土，就会流出所有净土的功德。然后来引导所有众生进入你的毛细孔，进入阿弥陀佛，进入不动佛的世界里面。希望大家多这么练习，特别在中心里面，我们四面八方左右都是慈悲的佛菩萨。当你用慈悲心一升起的时候，每一个佛像、每一个咒语、每一个圣物都会发光，集中在你身上，然后透过你这个所有慈悲的力量，又去帮助所有你看得到的、想得到的，他们都可以离开痛苦。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叫妈妈，当你一升起慈悲心想帮助众生，所有的佛菩萨祖师心都会痛，他会马上感动，然后就把所有的慈悲心的力量就灌在你的心里面、你的生命，然后你又开始去帮助所有的众生，那所有众生也变成离苦得乐、快乐的菩萨，所以百千万亿的慈悲心又来加持你，然后你又去帮助众生，而达到所有世界，我们大乘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种圆满的状态。简单的说，就像这个灯，我们只负责慈悲心，它就打开了，那电力公司的力量就会进入你。然后呢，你只要保持慈悲心，这个光就永远在照着，这个电扇就永远在吹着，这个冷气就永远在吹着。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。就像我现在坐在这一尊，我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庄严的哇，释迦牟尼佛、觉悟佛。我坐在这边，我现在变成觉悟佛，你相信吗？因为我相信，因为我的动机。我只想拥有佛的力量，只要我用慈悲心，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在整个美国、整个法界、整个地狱道。所以我想，你家里一尊再小的地藏菩萨，一尊再小的莲花生大士，乃至一本经典，你有信心，那这本经典的力量，就像我刚开始学佛，我喜欢读地藏经。我只要出国，这个人头痛，我就把《地藏经》像圣经一样摆在他的头上，他就好了。啊，所以因为你的信心、悲心、经典的力量、佛菩萨的力量就可以展现出来。就像我很喜欢送人家咒语，然后呢，等下也要发给各位一张不动佛。所以这一张不动佛，任何一个生命。包括几百个人往生了，你拿来给他们看一下，阳光闪一下，他们就一定脱离三恶道，愿往生妙喜净土，一定往生。各位一定要对任何一个三宝的加持物有绝对的信心。那为什么要这绝对的信心？因为要帮助，因为要圆满慈悲，自然佛的力量就圆满的展现出来。但有一点很重要，很多人说我这样念就好了，当然我认为佛的力量100%，但是你自己也要尽力。比如说报纸上又写有一部飞机又掉下去了，可能死了100个人，那我呢，我会拿100块美金，至少100块美金帮这些人做点灯放生什么，一个项目做2块，我有这种表，我尽我的力量布施来帮助你们，然后呢，我来为你们请佛菩萨加持你们，带你们去极乐世界。各位，你相信好了，
大部分人都得到安慰，很多就往生净土了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慈悲真实能够产生力量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自我功德力就是你要有真心的奉献，真心的用你的范围之内的去奉献，然后再加上佛的力量，那这个慈悲才能够圆满。就像佛陀过去世的故事，一只小小的鹌鹑，他为了要救整个森林的大火，免得树上的很多小生命被烧死，但是他奉献了。他一只小鸟这样飞到很远的湖，一点点水，一直飞来飞去，全身的羽毛都被烧光，快死了。因为他这种奉献的力量，感动了天神的力量，而降下雨，到现在那个地方永远都不会下雨。所以他这样，他才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佛。这个说法就是为了圆满慈悲心，你一定要有消除我执的空性。这个空性，佛陀用他的生命去展现空性，断头流血奉献。如果一个人修慈悲心，他还想要让人家知道说我很会讲课，我很会读经，我很会打坐，我的出身很高贵，这有时候很可怕，因为这里面还有一种分别心。这样你就会，你把你的分别心大过于慈悲心，那是很恐怖的事情。就像天主教在做弥撒，基督教在做祈祷，那个时候你最好跟他们一起念，那至少随顺他们的声音，千万不要说我念的跟你不一样，或甚至我佛教的咒语经典会比你好一点，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法执啊，这是很恐怖的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们要把所有修行的方法都是为了培养你的空性菩提心，而不是说哪一个法门比较高，哪一个法门比较低。我发现现在佛教有这个最大的问题，当你认为你的法门、你的教派、你的师父比别人好的时候，你已经中毒了，你已经没有悲心了，只有分高低的分而已。所以佛教最主要的修行是转化，就是转念。他们在打麻将赌博，你可以转化他们，你要让他们去，他们在做的事情变成是在做佛教的事。任何一件事情，你都要把它把不清净转为清净，因为你要有这个悲心去帮助他们。所以各位要，如果你愿意修佛教，愿意成佛，那你必须要分分秒秒都用慈悲心在生活。他们在 shopping 等于他们在修行，他们在烫头发也在修行，他们在喝酒也在修行。先不要批评，先跟他们结缘，因为这些境界都是让你成佛的助缘。哪一天你如果这样一直慈悲下去，你成佛了，那地狱都可以让你转化为净土，世间呢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就像各位走到哪里都会看到挂着五色风马旗，这就是一种转化。地水火风本来不清净的，意识本来也是不清净的，但是都可以转化为五方佛的净土，五种智慧的圆满。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去，就像我坐飞机，每次到任何地方，我到波士顿就会看到很多大楼，我们就会念一个咒 Om Mani Padme Hum， 这叫我们汉传很重要的咒 Om Mani Padme Hum， 就是把所有大楼都转化为一间一间的净土，然后呢所有罪业通通消除，所有的世间都变成净土 Om Mani Padme Hum。 那你要负责转化。最后简单的说，你认识佛陀，如何转化？每一个爱你、恨你、伤害你的都变佛陀，这个才叫修行。你很尊敬你的上师，千万不要说、哦、我的上师最好，其他都不好，你又中毒了。是每一个人都是你心中的上师，要
去供养他，去学习他的优点。要真的这么做，不能做假的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，我喜欢我的师父，我喜欢我的上司，对其他人都看不起，这个叫傲慢的毒。他得不到佛教的精髓，是所有不清净的都变成佛，所有不干净的地方都变成净土，这是你心里该有的责任。所以这个是地球，站在解脱道说地球是不清净的，变化无常。站在大乘佛教，地球就是净土，要把地球转为净土，所以我们要行动去努力，这才是重点。最后留几分钟，各位有问题吗？可以问。Thank you， 啊，尊贵的海涛法师，我每天在 follow 你的那个 YouTube， 在学在做施食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有的时候因为你那里面讲说要八点以前，所以是台湾的八点还是这里的八点？施食部分时间。早上施食。没有，施食是24小时都可以。他那边有写。没有。Oh, okay, 那是八关斋戒吧？不是施食，我可以秀给你看。那不是我写的。这边晚上，那边白天，那边白天，这边晚上，反正任何时间 okay, 都可以。都可以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悲心，而不是他们的时间。只是说，透过那个时间，你比较容易记得这样而已。Okay. 但是，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任何修行，任何时间都不离开。都是平等的。Okay. Thank you。那法师，我今第这个因缘，我第一次来参加你，我想问你，我最近我做帮很多人，我有点感觉很疲倦。我今年已经有帮了3个庄里，就是有人死亡了，啊，丧礼有人死亡。去年也有一个妈妈，她往生，她没有钱的留下来5岁的小孩。我后来我一直帮他5年了，后来他没有钱，我就付款来帮他装一个 funeral。但是最近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疲倦，因为不停的太多人需要帮忙。那我怎么样解脱我自己的痛苦呢？因为我刚才说过，我们要去帮别人，要有全然奉献的精神，你不能有一个我还在痛苦，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舍掉自己的，包括生命，才可以消除这个我执。生命是我的，财产是我的，时间是我的，那个时候你才叫空性。很多人都认为我读了中观，修了大圆满大手印就有空性，啪那一下他就没空性，叫他钱拿给我用他就没空性了。所以你要修空性，它必须有，就像你这个挣扎，你只要坚持下去，坚持帮，帮是我们的生命，然后痛苦就让它过去吧，还是会痛苦，痛苦到不会痛，叫证得法忍，证得终于什么叫空性。所以佛陀经常说，他用他的眼睛割他的皮骨，这些来证空性的。现代人是用看经典来证空性的，那差就差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认为你�帮3个还不够，你要帮30个、300个，然后这辈子帮不完没关系，帮3亿个都没关系。这个地球光人就有70亿个，那你要告诉自己，我的愿不会退，你一定要这样发愿。菩萨道虽然我们是凡夫，一只小蚂蚁，但是这个愿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所以任何人要用这个愿来撑住自己的生命。但是你会发觉，当你完全舍掉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一切。所以继续努力。好，感恩，谢谢。阿弥陀佛，尊敬的海涛法师，真的很荣幸今天能见到您。我呢，就是能够皈依佛门，真的是由于海涛法师，就是不知道什么因缘，去年5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我就随便的看那个 YouTube， 然后砰，海涛法师的这个讲座就出来了，然后我就看，说哎呀，太慈悲了，
然后我就觉得讲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有道理，我觉得豁然开朗那种感觉。然后等到七月底的时候，我自己就跑到这个千佛寺，然后皈依了佛门，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。那我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和我先生哈，那我先生他妈妈呢是医生，然后他们妈妈爸爸就公公婆婆吧，都已经是九十四，一个92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在大陆嘛，然后就文革的时候呢，我先生出生，然后半岁的时候就把他给丢掉了，就是丢到农村去了。然后因为他也带不了嘛，就关系跟妈妈关系很不好。然后刚开始还有来往，后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来往了。然后我去年因为皈依佛门之后，我觉得家里的这两个菩萨嘛，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往生了，所以讲，然后公公婆婆因为还健在嘛，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我去年请了一个地藏菩萨回来，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在祷告，就是说希望我先生和妈妈爸爸的关系能够和好，然后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就是回国。我们出来已经有20几年了嘛，那爸爸妈妈这么大年龄了，我觉得很担心他就任何时候都会走掉。可是我们的跟他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好，尤其是我先生，那我就想我怎么做，我已经半年多了还是没有转变，怎么办呢？好，记住我一句话，只有悲心信心，千万不要担心。你做你该做的，你先生做你他该做的，他跟他的缘分，你不要去改变你先生。你唯一能做的身份，你是他的媳妇，所以我尽我的力量为他们做修行回向，这样就好，他们一定会得到。乃至有机会回国，你可以好好的去告诉他们，我是你们孝顺的媳妇，我来孝顺你，我来对你好，哪怕是10分钟他都感受到快乐，但是心里还是接受你先生跟他们的因果。当然你所做的功德也可以回向你先生，愿他哪一天慢慢会对他父母有好感，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也不是光回向他，当愿天下所有子女都孝顺父母，但是你把你那一份做好就好了啊。但是不要刚刚讲了，我担心他怎么样，他为什么不这样，这个都是伤害佛性的。所以任何不相信、担心、放不下、感觉到很烦，这些情绪要赶快把它过去，赶快一秒钟就让它过去。只有一个相信、悲心，我是为了成佛而存在，而且耐得起孤独，并不要别人认同你的想法。当然你的想法这个肯定是正确的，你就不要管别人了，所以也不要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自己佛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改变对方，但是佛的力量永远在帮助对方。所以哪一天你成佛了，那这些因缘都可以具足了。那现在是透过别人的不认同也好，别人的漠不关心也好，增加你的信心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要耐得起孤独。所以你要别人来认可你，那你还有一个执着，希望就像我唱歌希望有人听，那不行。我穿衣服希望有人看，那这样你还活在一种虚伪的。所以你要把这个我都给打破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想如果你这样去做，你的先生一定被你感动，时间的问题。但是不能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好，你就继续对他下去就好了。你不能有所回馈，这样就可以把你这个我要我不要消除掉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因为如果你要圆满慈悲，有这个我执，没有空性，你就没办法圆满慈悲。所以空性是保护慈悲的，空性不是佛教的目的，这点要记住，慈悲才是佛教的目的。但是你要圆满慈悲，没有空性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那自己起分别心怎么办，那就是又离开了这个空性。所以藏传佛教讲三昧业界，
什么叫三昧耶界？